立正，敬礼，请坐。林秘书长，咱曾组长跟曾大臣哈，还有我们那个潘副主席哈都在座哈，感谢我们民政府的一些长官的指导哈。那事先我很高兴啊，看到大家能够坐在这边，那么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说我们的题目啦是会计制度跟内部控制制度，那么大家会感觉到说在商学院里面啊，会计是必修的，有的同学都修了两三次了才通过。那么为什么会有的开会计学或是管理会计的课程啊，修的学生一直会增加，是什么原因？因为是留下来的，再重修，再重修。原来五十个，一般如果是五十个，第二年的话变成七十五个。后来曾经有开到会计学啦，比较严格的老师会开到一百多人。我想如果是商学院的啊，去问一下大家都会知道啊。大家有的来选商学院的，他说我视力不好，对这些数字加加减减啊我没有兴趣啊，因为我父母亲要我来上这个系。那么只要啦，我们今天并不是真正要来跟大家讲会计了，只要同学啊，或是我们的啊那个同心啊，能够了解到用这个会计是历史的记录。会计为什么可以讲我们都是用历史的记录？像今天我们您那么秘书长啊，我们在这边还有我们工作同仁在这边，一定要同学跟我们同心啊来签名，这个就是在做会计的历史记录。很多啊，尤其是我们的国民党的流亡政府，如果你不跟他是同流合污的，他一定会找这些历史的记录来整你们，来整大家。历史就是摆成这样的，大家去想一想看，什么国务机要会，什么特别会，这个就是用历史的记录来整大家。我们秘书长也讲过，大家一定要签名，这个是要给美国政府知道说我的确花了这些旗帜。以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
我们每一个单位都要订立出来一个制度啊，这个制度啦，就按照的一些法令的规定啊，一些准则的规定来把它完成，每一个单位都要订定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虽然标示说会计制度，事实上啊很重要啦，每一个单位都要有制度，制度的定立的好坏啦，对未来这个企业机构或是你未来单位的发展有息息相关。所以这一点呢、啊，要因为先把这个，我们以这个会计制度可以举例反三的说，你现在负责哪一个单位，你要先把制度规划下来，把它制定下来。但要定这些制度之前，一定要找相关的人员，相关的法令都把它那么纳进来，然后把它定出来。那么定出来以后，就要去按照这个制度啊去执行，那么也我们所说的叫做内部控制啊，叫做内部控制啊。有了制度没有控制，那可以吗啊？大家想想看，这个制度的定立出来了，也花了很多精神啊，那么我们来实行。那么在这实行的过程里面呢、啊，如果没有控制的话啦，等于怎么样？稀释，等于是没有制度。所以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来啊研讨的，就是用一个小的会计的啊制度来作为内部控制。大家可以把会计换掉，把它换为说财务制度，把它换为总务制度，把它换为啊更大一点后勤啊制度，都可以，都可以哦。这个就只是说一个模式啊，你可以把它啊换掉，把会计拿掉，我们把它，你们每一个单位里面把它定看什么制度。那么如果以政府来讲，也可以定为啊乡镇的制度，或是说市的制度，或是州的制度，这些都可以啊，必须一定要有内部控制，所以会把这两个挂在一起的，就是要今天要跟大家了解啊，这个就是有了一个制度，必须要有控制啊，控制了必须要按照那么我们一般管理的规则啊来做。那么我想我们对啊，我们对流亡政府啦啊贪污啦，那么很多重要的法令呢、啊、都啊没有办法真正人民所需要的，所以定了一些有的没有的，好像财产啊来源不明，对，根本就笑死人啊，他定一个等于说有犯案了 啊才来说明啊。习水德曾经讲过，法院是国民党开的，那大家思考一下，
那他们所定的法律可以自己找一条来解套，那么这些都是流亡政府向我们那个啊，我们郭啊教务长所说的啊，他们想把口袋装满啊，时间不多了啊，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那好了，我想我们就进到啊那个整个啊那个议题来啊，整个我们今天呢 啊要跟大家介绍的啦，就是我们的纲要里面呢 啊要跟大家介绍的，要来讲说会计制度的重要性。那么大致我们也跟大家讲了，那么我们现在是以一般来讲是会计是历史记录啊，历史记录发生了以后才做记录的。那么这个历史记录啦，那么啊它有它的重要性啊，我们等一下会啊一一的再讲。那我们再来讲会计制度跟内部控制的啊重要性啊，再来啊就是内部控制缺失的风险跟公司治理的引进。那么公司治理啦，早期啦，我们稍微谈一下，早期啊根本没有这种课程在大专院校里面，那么是近十年来啦才推出的。一般我们在大学里面当学生的时候啦，有讲到公司理财这种课程啊，没有提到啦公司治理。后来发觉为什么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多这么漂亮，但是两三年后了倒掉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那因为我们会提到啊，那么就是等于内部控制的啊这些啊风险啊，为什么会？那当然是最近因为提到啊我们公司治理啦，那么啊就是啊能够受到重视以后啦，又演变啦，那么也是近十年来啦，一般所说的很多公家机关都在啊推行啦，那么一般所说的啊平衡计分卡啊，可能大家这个会更再深入一点了，只是跟大家提到说已经为什么在实施啊平衡计分卡。那么我们也稍微简单的稍微再介绍这个观念，因为一个企业那个在财务报表上都很不错，但两三年后垮掉了啊，为什么原因？那当然这些都是高层的一些舞弊没有办法查出来，那么用这些表格没有办法显现，所以最后啊，那么美国哈佛大学的啊教授里面就推出了一个平衡计分卡。老早日本也有在研究这方面啊，后来美国啊把它发表了。那平衡计分卡啦，就是它也用四个过面呢、啊、来介绍，它不仅是财务的一个过面，会啊我们这些会计啦都是以财务的过面，签财务报表都是看财务的过面，它没有考量到什么？考量到顾客的满意度，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公司能够成长，他顾客的满意度怎么样，他没有去注意到。平衡计分卡就重视
四个过面啊，顾客的满意度，公司内部的啊，那么啊，生产啊各部门的一些啊进展情形，再来公司有没有它的那么创意性啊，四个各面啊，就是有没有创新，依照这四个各面啊来判断说这个公司的啊风险大不大。那这个就是未来可能我们的啊各我们如果民政府实施以后啦，可能在这方面啊可能也会慢慢也会走向啊这种那么管理的一个方式啦。我们必须要使人民能够满意，这个是我们很大的责任，一定啊我想一定要做到，要不然啊有人说流亡政府就好了，何必还要再来民政府，而有人说那么民进党就好了，为什么要来民政府？民政府所要做的就是以前在中国体制下的公平正义都没有做到，所以我们是要来负责啊做这方面的啊，能够大家有机会了，那么来互相讨论啊，互相啊做研究啊，这个是那后面这些啦，只是告诉说我们为什么财政赤字会越来越大。我们还要再提一件事，我们常常办选举，选举老百姓的财务的啊，老百姓所交的钱要拿去给这些政客，为什么？跟他去盖章，盖一个头给他，他拿30块。啊，我们啊再盖一个啊，如果三合一的选举好了，我们一个人就要负担，你盖三个，我们要付90块，大家知道不知道？大家知道吗？知道不知道？那为什么你去盖一个给人家30块？他的确替我们做什么吗？我们要他服务，还要拜托，还要托人情，说不定还要送礼，那这样对不对？我啊，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这30块钱啊，是来也会在掏空我们的啊财政赤字的扩大啊，一直啊办选举啊，大家都来分啊一杯啊一杯高，为什么？这些是。所以根本是流亡政府，不是啊，不是啊，我们啊台真正台湾的啊政府，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自己缴的税还要去盖啊2个章3个章？啊，这个大家思考哈，这个我认为这些呀、啊、都是什么呀？他们。华丽他们自己定的嘛，华丽是不是他们这些啊、这些啊、那些啊、立法委员这些啊、政客里面他们自己定的啊，定的都是好处，都是他们嘛。有的别的国家还有良心啊，说新加坡啊。有的
地方，不好意思，我们执政太差了，公务人员减一半薪，这样才对啊，是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自己真的没有脸去见老百姓啊，他说还要加薪啊，那我们财政一直一般人民的痛苦他没有听到，一般所需要那么加花的好像啊奖励的都没有啊，这些的，那这些都跟什么一样，都跟这些弊案应当是连在一起的嘛，所以大家思考哈，我们这个去思考，用历史的那么财务的一些观念来做思考，我们要怎么来做到公平正义啊，希望大家能够啊来这边受训以后啊回去真的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缴的钱是不是要用到合理的地方，用到绩有绩效的地方去，没有考虑啦，都没有考虑啊，这些都是政治人物在操控啊，你们这些是少老百姓，我把你看作人啊，真的是使我们感到很痛心，真的是好了啊，我们看文字啊就可以了解了啊，会计制度啦，它是用什么，它是用啊我们一般的公认会计原则啊，或其他啊法院要求制度下啊各企业机关啊甚至啊集团，这个所谓集团啊就是什么啊政府单位啦，或是都可以啦，看啊，那么依照会计制度他所定的这个制度啊，那么完善以后他定的好坏啊，那么对于未来生存发展是蛮重要的，所以一个制度啦是很重要很重要啊，如果大家有这个观念啊，那么你来负责某一个单位啊，你们去思考定一个理想的制度来执行啊，对未来的经营啊的生存啊都是啊蛮重要的啊。那么这些我们说依照营业性质，如果是一个企业的话，那么可以依照它的性质啊，分别内部来制定它的会计循环啊作业的啊循环作业、会计政策啊跟啊方法来选择不同的情况来估计处理。那么因为到这一项啊，我都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告诉大家说，我们有的公司的账啊自己不会做账啊，又税这么啊那个税法这么多啊，给会计师来做啊，会计师你请 A 会计师，有时候你也去请 B 会计师，把你的账请 A 会计师来做，那么也是啊你的账也再拿给 B 会计师来做，最后算出来的盈余啦或是亏损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不一样？大家一定会头里面想说，我在学校考试答的题目出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那怎么会我隔壁的同学会对答案都是一样？为什么在实务上由会计师来做 A 跟 B 就不一样？这个也要给大家知道这个观念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
会计循环不会有问题，会计政策啦，那么啊，跟这个方法的选择，还有他们不确定情形的啊估计处理，这些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啊，再举一个简单的啊例子，说我们是一个汽车修理厂，我汽车修理厂是蛮小的，只有请一个工人，那当然啊一个月营业额也不高啊，也不高。那好了，我去买一个工具，花5000块或是10000块买一个工具。那这个啊，买了10000块买一个工具，这10000块的工具是要列在他的啊，就是修理啊器具当作费用处理，或是要把它列为这些是财产。那这个就要选择了，哦，这个就要判断了啊，就是依照他的啊政策根据方法的选择。那有人说你营业额不多，你又买了10000块，那这样好了，这个为了我们每人都要赚钱，把它摊10年摊销当做什么财产。那当做财产的话啦，只每年只摊一点点哦，我们10年啊，10000块每年摊多少啊？1000啊，把它10年10000摊完，那每年只有负担费用1000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大的修理厂，我们有啊员工20-30个，我的修理费啊收入的费用，那么一个月啊几百万，那我们买一个工具是啊10000块，那他认为对他来讲这个是不重要，这个金额对他的公司来讲10000块算是零钱嘛，零星的钱，他就记在费用，今年就把它当作费用摊掉了。所以大家清楚了哈，那这些就是给怎么样经理人员啊，财务部门的啊经理跟啊执行长他们去怎么样去应用了，他们认为说啊这个啊要这个就高层的为了要他本年度的盈余好看，那他可以原来好像我们今年的收入很多啊，把一部分留到明年再来算，或是说把啊明年要付的费用今年都来把它摊一摊，这些啦都可以操弄。所以有时候看真正的财务报表啦，我们去了解以后啦，可能就很难看出了。但是现在啦，我们上市公司啊，2013年1月1号开始要实施国际财务报道准则，一般称为 IFRS。那么这个国际财务报道准则啦，就是说我们未来的啊会计啊记录要国际化，我们的企业慢慢都已经国际啊化了，所以说我们的资金要啊募集资金的时候也可以到国外去发行股票，所以我们采用国际
财务啊报导准则来做账的话，那么就可以了拿到美国发行股票，拿到欧洲发行股票，不必要再转换，它可能只在地址上改变就可以了。那当然这个是啊未来啊的方式啊，未来的方式，这个也顺便啊跟大家提一下。那么啊了解这些以后了，我们就啊来，也主要就是说这个制度啦，那么定的好坏啦啊，对我们未来生存的发展有相当啊大的关系啊，这个是我们所说的。那因为大家可能比较不了解，说一般啊公认的会计原则大家可能比较不清楚了，又不是协商的，有的协商的啊把他问一问，他也说啊不清楚啊，也不太了解。这个只是说给大家说，我们快一般所谓一般公认的原则就是根据这些来处理啊。那么当然我们简单，这个就是你的账啊是以这家公司啊的账要跟你私人的账要划分开，好像你是 A 公司，你私人所用的，虽然 A 公司是我投资的，我一个人老板，你也要把你的公司的账跟你私人生活所用的开销一定要划清清楚。有的啊公司划分得很清，就是说我上班啊是开公司的车子去上班，因为我是公司董事长啊，那么我下班以后啊礼拜六礼拜天啊我去郊游，我就开私人汽车。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啦，那么也可以这样讲，就是企业个体的假设啦啊，你不能把公司跟私人的都混在一起啊，都混在一起不可以的啊。那往往有人会 complain 说啊阿扁又开啊空军一号到南部啊去办什么竞选活动，但是有的是刚好那边有一个社团办什么啊活动，或是有一个政府单位在剪彩，他就是坐空军一号去是正常，剩下来的他就参加，那也是啊有时候是人啊人情世故的关系，顺便看一下也无妨。你不能用我要到高雄是啊党部的活动，你就坐空军一号过去啊，你就坐空军一号回来，这些都应当不可以的。所以大家也要有这个观念哦，公就是公，私就是私，但是我们流亡政府我想做的很少啊啊，我想这方面是做的很少啊，因为主计处审计部都没有换啊，我们台湾真的没有人才吗？啊，这些都是要去思考的啊，这些问题哈、啊，给大家思考的问题。好了，经营继续经营的假设，
当然这个大家晓得，我们开公司认为我对这一行最清楚，我来经营一定赚钱，所以一定啊继续经营啊。我开公司啊不是计划三年要倒掉，如果是要官商勾结的话啦，可能开公司两三年就换，两三年都换。好像他有一群人啊啊，今天你成立公司，明天你成立公司，后天啊一直换啊，他用完了啊换掉了啊，到可能会有问题啊，把马上两三年关掉，两三年关掉以后找不到人了。所以说企业啦，我们开的企业是继续经营货币啊，这个当然都是以货币，我们是以台币为新台币啦，我们现在是新台币啊，我们旧台币是四万呢换啊一块啦，所以我们把我们台湾的财富啦整个是掏空啊。那么货币不变原则啊，一般在经济学上，货币啦1月1号的100块到12月31号虽然还是100块，但是怎么样，购买的价值啦可能不是100块了，因为买到的东西变成多少，可能是买到95块的东西。简单的说，我们现在去买便当，一个是啊去超商的话啦，早期一年前去买可能是50块，现在去买变成55块啊。币值那个我们钞票有没有写变少了，也是100块嘛，但去买的啊这个就是啊购买的啊这个东西啦物质啦就买少了啊，这个就是啊我们所说的啊币值啊是不变的，但是我们在依照经济啊，在以经济学来讲，我们是购买啊力了，或是购买的啊东西已经减少了，一定会的，一定会贬值的啊。那会计期间，这个可以在啊国际上呢可以自己定了，日本是4月1号为会计年度。那我们是啊，目前流亡政府是1月1号到12月31号啊，啊，这个是会计啊期间的 啊。我们第六项是相当啊，第六项、第七项这两项啦、啊、是啊比较重要的，相当重要啊。那么重要性，那么我们上面举的例子已经讲过了，一个是大公司他把它列为费用，一个是小公司把它列为资产啊，这个重要性来。那么稳健性啊，所谓稳健性啊，通常是他在估计的时候啦不虚增盈余啦，我们尽量那么费用多估少估盈余，多估费用啊，费用的部分呢、啊、可以多估了啊，盈余的啊利润的部分呢、啊、可以少计了啊。我们这里面呢就是所谓稳健性了。事实上，这个稳健性这个观念呢、啊，在国际财务准则的观念上啊，已经啊慢慢的不适用。为什么？现在啊，我们国际财务啊准则里面啊，我们现在啊叫做引当的原则，引当了 啊就是我们引当的原则了，就是说要公平价值，这杯水的公平价值是多少？当然，我们不看牌子哦。我们认为说这个在市面上啊卖到多少钱啊，这个就是啊
公平的价值。现在在国际财务准则里面呢、都已经讲到，那么资产都要用公允的价值啊，就公平价值来计算啊，这个是有关啊这个稳健性的。那么成本效益的考量里面呢、这个就是要用管理的成本的观念呢、来做啊考量啊。常常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如果有成本效益的观念，他的做生意方法啦跟没有成本管理的做生意方法不一样。如果我这家公司是以内销为主的企业，我内销的东西的成本已经分摊所有的固定成本，所有的分摊的固定成本已经分摊，那么固定成本已经分摊啊，那么他现在刚好有一个订单说啊，我要外销到美国，我现在要来跟你买像这个水我要买3块钱，你愿意不愿意买？如果你不愿意买，这个生意没有了，你就要交给成本管理会计成本管理部门算我们的变动成本多少。所谓变动成本就是说利润，正常利润加上变动成本，我们这个变动成本算出来假设是2块钱，我们卖一瓶赚1块钱3块钱啊，刚好符合美国的需要，我们就可以卖。我们不仅没有亏本，原来我们是卖5块钱，那现在美国要买，因为我们没有销美国市场，所以我们就不算固定成本，全部就算变动成本加正常利润就卖掉了啊，这个就是多赚的啊，这个也给大家好了，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些的考量行业的。那么我们行业比，因为有的有季节性，我经营的企业是卖冰的，卖冰在南部可能会卖到10个月在北部啦可能卖到8个月，所以不同行别他们所分摊的也要考量哈。那么再来现金基础啦，那么跟存折基础啦，那么这个就是有时候啦，有的单位啦，为了要使财务认为不理想，我认为用现金基础来做。那我最简单的讲，现金基础啦，医院啦大部分都是用现金支出。我去看病他收他现金多少，那么或是人家送药来我们付了多少，没有欠账的，这个叫做现金，都是用现金进出一天收了多少钱，只有这样。那什么叫做存折基础？存折基础就是说这个钱，我们这个费用跟收益发生点在什么地方。如果今天人家送材料来了，那么发生点是在今年的今天，那我没有给钱他就回去了，因为我们正常是半年才付款一次，那半年才付款一次，那到半年以后就过来一个年度啦，那你一定要记账，是记载今天今年要付人家的钱，今年没有付现金，但是我们要做我们的负债，做我们的明年要付。那
收益，假设我们收益也一样，我们今年跟人家完成了一个啊设计的程式啊500万，但是他没有给钱啊，没有钱，那我们要向他收，他说那个老板说这样好了，我过年以后我有钱，我过年以后再还。那我们这一笔啊过年以后拿到的钱啊，我们要算今年的收入了。这个两个，这两个就不一样了啊，不一样。这个一个有现金收入的才算啊，一个是前者发生基础的也要算，它是今年发生的就要算今年的收益，今年发生的费用就要算今年的费用。那这一点呢、啊、事实上我们一般现在所说的那么复式会计啦，就一般的会计啦，都是采用前者啊基础制度啊。那么有的故意啊他要跟你啊来报告的时候啦，随便说啊我们要付利息多少钱，因为马英九的那么这些费用啊就是我们的健保会不付啊，他不付健保会要去借钱来，健保会还要再付利息啊，那以后啊这些利息啦、啊、这些都是什么呀，人民买单，我认为都蛮可恶的。我的感受上大家都不晓得了哦，政府也做得很不错啊，花博啊很好，来看都是拿我们的血汗钱啊。所以大家要心里面要去想好了。那因为我们也讲的比较多齁，那现在啦啊我们只要舞弊啦，那么有财务上的啊舞弊跟拿用啊或是侵占啊这些的舞弊啊，那么再来控制的目的主要来做什么，来防止舞弊啦，防止舞弊。那么啊因为为了要防止舞弊啦，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舞弊的一些啊内部控制的一些风险啊，主要啦就是最大，当然这个啊诱因跟这个压力啦，还有一个是机会啦跟态度的合理性。我认为啊这第一项第二项比较严重啊，第二项比较严重啊，这个态度的合理性呢、啊、这个就是那么说啊，我们一般的特别会来说啊，以前都是这样，我现在啊为什么，他因为要整你嘛啊，以前这样现在不可以嘛，他要整你，就把历史的资料都把它记录下来哦。那再来啦，我们再来看到这些啊例子，这些例子啦我们可以说啊、一个很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他本身内部控制也这么差，内部控制这么差，你看他一共啊30亿被一个职员就啊掏空了。那么再来这个他是因为做假账了啊，那么有一些跟会计师也是勾结的，那么等等啊，那我们这个12人有判刑，只有这个是判刑的，那其他有的啦都判不了刑，但是这边呢、啊、他有70亿掏空。很多这个案件使我们蛮痛心的，我们为什么赤字一直在政府的一些啊赤字一直在发生，都这些官商勾结的啊力霸集团也是一样，一个都是多少，一共啊2469亿。你看看这个拿来给农民，拿来给
一般中低收入户啊，不是很好过。大家去思考啊这些啊问题啊。那么当然这些原因呢、啊、都是有这些的，因为我的 PowerPoint 呢、啊、都可以，大家可以带啊也抠回去看哦。现在还有，因为时间也超过几分，我们再利用两分钟把它结束掉哈、哦。那么现在我要跟啊大家啊报告的就是啊，美国也发生这些弊案，不是没有，但是他们的政府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国会啊啊，那么众议院、参议院，那么联合制定了一个叫做沙宾法案。沙宾法案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它有几个加强管理当局的营业责任。现在要判刑的你的这些老板都要判刑的，所以说后来啊，真正美国以前会计系啊越读越少，因为电脑发达了以后了，他的记账都是由程式来跑就好了啊，会计系没有什么用，到后来变成现在会计系了，待遇又提高了，大家啊又加强了，所以这些啊我们这些就是加强了管理当局的啊那么经营的责任。那么啊我们再来啊加强内部控制的要求啊，在董事会里面呢、啊，那么啊都必须要有一个审计人员，都要有一个财务背景的啊在里面啊，财务长啊跟啊执行长这些的，那么都要有那么保证责任跟相关的刑责。那么啊再来啊强化那么啊会计师跟审计人员的独立性。那么当然这些啦，就以后啊这些都有啊，当然目前我们刘安政府的会计法啦也有一些啊会计人员的责任都有啦，但是这些啦在沙宾法案里面啦特别啊也指明了出来啊这些情形。那再来啊加强主管的啊监督。那我想因为时间上的因素了，我想就到这个地方结束。我 PowerPoint 可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了，可以啊，那么扣回去啊。谢谢各位啊，谢谢，我们下课。起立，立正，敬礼，请坐。